今天我们来试试看玩星穹铁道的这个特别活动开饭之道，点这个开始游戏。来仙州也有一阵子了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，我猜和吃的有关。这个是开拓者，还是你懂我？仙州上虽然好吃的很多，但是竟然没有大宇宙炒饭。所以他们是要卖这个吗？我点这一个客人，他就会自己制作那个料理。可以点击加速，哦，我就做了一份料理，但是这个不是宇宙炒饭了，这一个是普通的。哦，他就会留下他的评语，然后是三颗星来的。好的，还有每日任务，完成每日活动的任务，还可以招揽到更多的那个客人。好，每日登录可以领取一些奖励。哎，我有一个，这个不是罗萨吗？就宇宙炒饭，点这里可以加速。他也留下了这个五颗星。我先看一下今天的任务，全部领一领。还有这个前往这一个社交媒体的那个页面，分享这个，这两个我等一下会自己去做。先看一下这里的东西，这里我完成了。Level 1完成了就可以领取一些奖励到六等级。好，这里也是要一个宇宙炒饭，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宇宙炒饭给他。这也是新的角色，这个是明天会出的一个角色，御控，给四颗星。好的，又是罗萨。快乐水，等级还蛮容易升。哦，这样子就两级了。哦，这个是水。有一个零食，好爆，好，也有四颗星。我这里有可以收集一些，有十五个客人。收集了十五个客人，就可以解锁这两个东西。又是一样的客人，
我的应该是没有了，一个客人、两个客人、三个客人，还有这两个我们要去分享的。好的，我刚刚去了分享一下的一个活动，还有去了这一个社群媒体的那个页面，然后又拿到了两个客人。今天的客人全部领取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的，这一个晕空，晕空。美味素食棒。这个又是一样的，然后这里一个快乐水，这样，今天的委托全部都完成了，我明天还会有新的内容。哦，就这样子了。